每天登录啊，从9号到13号，总共送你50抽，每一天有10抽到13号。还有个重点是，当天抽完一定要用掉，不然的话还没办法累计的。有没有看到？免费次数需当天使用，无法累计。所以在每天的5点前，一定要把那10抽用掉，不然的话你就亏了，好不好？每天上来抽个10次，总共50抽，抽爆！好，再来看一下570，看一下这个影片，哇！橘色的超跑啊，帅帅！经费都用在影片上啊，燃烧经费中。570S 啊，就是这台，抽抽看吧，看一下今天的运气如何呢？开抽！我们的第一大抽会抽到什么呢？橘色，有勾勾的橘 SF90。还行啊，这台没有的，应该说没有满街啊。好，再来，橘色的，Mini Cooper， 耶，6阶了，出。EVO 走错棚了，哥哥，我来我的账号就5级了。你的 EVO 好像10阶以上了吧？鲁马，天哪，不行了，鲁马也不行。来，橘色的，有喽，就是这勾勾，来了来了。终于出了哦！哇，帅翻！有啦 ，get 了。帅啊！400抽出一台 ，Guts GT， 怎么会是你？天哪，560了。我要过过运，是不是我刚刚有过运之后才抽得到？过过运好了，过一下 P1 的运好了。好，我们过完运了，回来继续抽。天哪！哦，有喽，有了吧，各位？看我这过运的方法有用 ，get。现在640抽，1阶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一下升1阶加多少。我们看一下570S 这一台，性能改装一下，直接升满。好，好，我们改一下232，先改这样试看看。然后25改啊，它是751分哦。哦，升级的话满加13嘛，极速加 3.0， 0到100加 0.1， 100到200加 0.7， 减 0.7， 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这个分数加41哦，所以我们等下看一下这个能力升一阶后面的2阶是不是减半，果然减半了，有没有？马力直接减半，所以他升一阶超甜，直接给你加40分，变2阶只剩21分，所以升一阶超赚，来试一下吧。哦，这样我比较快哦。直接烧胎起步，哇！感觉一阶这个速度都出来了，有哦，哎，一阶快蛮多的，上面弹 ，OK， 稳定性来说也都还 OK 啦。哎、欸，它底盘很好哎、欸，我这样甩它都没掉速哎、欸。这个弯快拉一下，哇，这么稳的吗？哇，甩太快，但蛮稳的、啊。哇，你看，太稳了吧？它怎么那么稳？这里稍微掉一点，但是
是说实话都蛮稳的。再吃大部分就是快拉的包吧。贴住 ，OK， 接下来最后一个弯，蛮快的，我看一下升一阶会快多少呢？52秒。52秒，我们刚是54，直接快两秒吗？哇，快两秒哦！我靠，一阶直接快两秒，来到26名，你敢信？这就是 T0神车吗？好扯，太扯了！其实他自己就会很容易打滑，所以在控制上可以让他一直飘，放油门或是快拉搭配着一起跑。对，他其实蛮容易滑的。差不多这样就好了，对吧？很快，他这个迅速就拉好了。这边拉一点看看。哦，利用这个提速，他提速是高的车子。快拉，不行，快拉会撞。再放点油门，提速太强了，这个车子好可怕，提速太强了吧？微微的凹红标还可以，这边凹大力的，你看凹大力点有没有？速度就快没了。我换一个另外一种过法，放油门的。放油门好像不太行，放太多了。直接凹进去看看。哎，直接凹进去好像也还可以，那个弯。哎，可以哦，那个弯可以直接凹。哇，收到。测试了一下，好吧。这个弯快拉 ，OK， 超快的。稍微拉一下就出弯了，有没有？超快，这弯也是。凹进来。再凹，我好喜欢它这个拖的感觉啊！它拖的感觉带有点滑，所以甩进去的时候很那个速度很爽，有没有？刚刚好，有没有？哇，超速袭耶！这个平转过去吗？我们试一下。哎呦，撸了一下，差一点全速过去。这边快拉一下。车速保持在130、140。好，收到。哇，好好拖哦，这台车就是这么好拖。快甩内。哇，太高速了吗？我们最后一关练甩了好了。哇，
我想要试一下完全松油门的方式，但我松太多了。那个弯再快一点进弯，不要让车头断掉的话，就可以一拖到底了。可以哦，这样还有快大概五六水准。目前测完零到一阶的话，这台车一阶超强，所以我建议这台车，如果你是小资主，或是有累积一定钻石的人，你先至少要克到一阶，因为我觉得它零阶的马力真的还好，但是它一阶直接起飞。这台车可以搭配快拉跟就是降速的方式去做操作，这台车非常好开啊，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抽一下这台 570S 啊。